这孩子碎的好像十八罗汉呢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碎的，啥造型都有啊。这么碎，这么碎，屁股震着他妈腿碎。非常好小池子，然后领大家看看金豆。金豆这个孩子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，金豆竟然能生这么多儿子，大家去看一下金豆不会照顾孩子，把孩子放地下了几天没干，这孩子是不是长大了？哎呀啊，胖了哈。哎呀，金豆孩胖了哈。嗯，晚上给你做点好吃的啊，做点好吃的，吃点好吃的啊。嗯，乖，行，这是个小可爱，长得挺好的。妈，这个长最胖了。咱们来看看他的孩子，几个男孩几个女孩。这个小妹妹，小哥哥，这个呢，小哥哥，小哥哥，小妹妹，这个黑的是三个哥哥两个妹妹，看黄的呢，小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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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天哪，黄的全是小哥哥，我的个金豆啊，你可乐死我了。哎呦我天哪，你这金豆啊，你太有才了，你真会生啊，金豆，嘿，哎呀妈，这个胖小子人好多了，现在只是在康复当中啊，目前是没有生命危险了，就是落下了一个毛病，他累转圈，哎呀尿尿了啊，累转圈走道尿了啊，真好，行，那就转圈了，哎，跌跌撞撞的，现在在这个屋子里挺好的。然后自己走也不叫了，嗯，不叫就好多了，嗯，挺好的，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了。